我是远山，英姿挺拔，气宇轩昂，才高八斗，为国人民直爱宝岛，不爱鬼岛的中华儿女。我是远山，我看海峡。我是傅联会，我是民进党。话说你不让台商回家过年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发起疯来打台商算什么？我会连父亲都打。哎，会连父亲都打，这句话如果反过来念，就是打都亲傅联会。没错，我就算打傅联会了，傅联会把钱交出来。为什么？如果不给钱，我就说你是强盗，然后抢你的钱，再把你分尸。那如果给钱呢？给了钱，你还是强盗。不过是个悔改的强盗，然后我就赐你毒酒，你可以留个全尸等投胎。哦，我给不给钱就是全尸跟分尸的差别啊。我们已经很有善意了。我是不是强盗应该是看我有没有做坏事啊。哪里需要什么证据，我说你是强盗你就是强盗嘛。那谁是受害者？我抢了谁的钱？哟，你还敢嘴硬，我早就调查好了你的罪状。哦，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了。我看到报告我都吓得胆战心惊啊。那你说我干了什么坏事？你心里就没点 balance 吗？到底抢了谁的钱？你还敢狡辩？你的所作所为，盖军社、照顾遗孤，都是在巩固国民党政权呐、啊！不然我要拆军社、虐待遗孤、诋毁军人吗？没错，像我们台独的青年反管中领的，就说所有的军人都是垃圾，死得好啊！这才是优秀青年。我一直教育小朋友要尊重他人、照顾别人，这是你的 balance 不对。你创办人的老公是蒋中正，你就是国民党的腹水组织。这逻辑在哪啊？美少女战士作者跟猎人作者结婚，难道美少女战士就成了猎人协会的腹水组织吗？这是 balance 的问题。你很多会员都是国民党籍，你就是国民党腹水组织。侯汉廷还有很多粉丝都是阿里巴巴跟腾讯的员工嘞，难道他们都是侯汉廷的腹水组织吗？当然，我把记录下来。说你是党产就是党产，完全是 balance 的问题嘛。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啊。啊，你不知道什么叫 balance？ balance 不对，等一下， balance 还可以再找找， balance 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那就是我强调的一些 balance。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各位只是最漂亮的，让一直跳这个动作，让我的身体记住，我只要把手抬起来，我就在这个位置。就是我抢国民党钱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最漂亮的动作，然后我就一直抢国民党的钱，让我的身体记住这个动作。只要我手一抬起来，就是抢国民党的钱。把这个 balance 找到之后啊，我抢钱真的加很多分啦。balance， 你就是强盗嘛。